问了这么久，还是没人肯承认是吧？这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是这会是谁的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营长，你咋知道的？人家村委会通知我的，还大老爷们儿呢，扭扭捏捏的，还没人家女方大气。阿豪已经跑到村里请村长开介绍信了。啊，快介绍信！还好，也算是好事多磨。 阿豪之前结过婚，所以啊，得先到县里去办户口，说明手续。行了，不肯说算了。等阿豪回来，我迟早会知道，就当是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吧。等喝喜酒的时候，你看我饶得了他？好，营长，帮你，营长，营长，是我们帮你，营长。行了，上工去吧。是，是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谁那么大本事？ 没娘谷子，算你有本事。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行不行啊？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？你教我怎么承认？承认营长还不把我给毙了？这没酿成大错，指示绷不住火的。小司，哎，我来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 不会真到县里去了吧，营长？坐。哦。嗯。啊。你真不知道是谁啊？报营长，我真不知道是谁。嗯。过两天村里请吃饭，把你住在山上那位异性朋友请来吧。是，报营长。 他姓古，叫古巧柔，有进步啊，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了。进去努力。是。阿豪，阿豪，胖子，哎，船长，等等我啊，马上就来。好，快点啊！哎，阿豪，死胖子，才一块不见就想我了。阿豪，我们先别去办手续了吧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你。 你反悔了？不，不是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慢慢跟你解释，好吧？哎，你别拦着我，胖子，一句话，你是不是只想跟我做露水夫妻啊？哎，不是，阿豪，你看我赵胖子是这样的人吗？那你就别拦着我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阿豪的算盘比谁打的都精。10年了，整个村子。 只有阿浩一个人愿意承认我是寡妇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会遭到众人的辱骂，会遭到众人的唾弃。可我现在不怕，因为我有你。我知道你会疼我，会关心我的，你会爱我一辈子的。我知道。 你会把我拉上岸，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，不想过鬼的日子了。阿豪，你不走，我开船了。哎，来了，等着我啊！阿豪，开船，开船！胖子，就等我的好消息吧，回去吧。 小柔同志，你好，下午村委会邀请我们这些当兵的去吃饭，请你赏个脸，跟我一起去，好吗？你不说话，我被拒绝了。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
你之前不是问我爸是谁吗？我告诉你我爸的事迹。我爸不是被抓走的军俘，我爸是国民党的军官。岛上所有的男人都是被他抓走的，他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。 从小到大，我们母女三个人都是岛上所有女人的眼中钉，所以我说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你放弃吧，都被他说清楚了吗？ 小龙啊，你坚强一点，妈，妈，妈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 失恋了，有那么严重？嗯，快坐下。女孩子不肯来啊？那没关系，咱们再接再厉。打国民党你都不怕？ 怕这点小小的挫折，营长，他爸就是国民党，你信吗？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他爸不仅是国民党的高官，而且当初全村的男人都是被他爸给抓走的。那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了。就算以后你们真走到一块儿，结了婚。 赵同志啊，赵同志，哦，真的不用在这帮我忙，跟他们去坐会儿吧。今天我们村委会做东，怎么好意思让你在这帮我忙？哦，怎么，嫌我手艺不好，做的菜不合同，这么的问口？啊，不，你怎么了？啊。 你们说啊，好到底跟你们谁好的？啊，这些女同志到底怎么回事？到现在还没来。孙娘，天都黑了，这村里的姐妹怎么还不进来呢？哎，我看呢，一定又是那个童艳斌在搞鬼。昨天我去宣布吃饭的事，她就在那里说风凉话，说什么瓜田李下。 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，气死我了！哎，真是个食古不化的老顽固啊！哎，营长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笑话。没事。
这样也挺好，都是自己人，自在。啊，我们过去坐吧。好好好。哟，来了，快去坐。这菜不错啊。是。哎，你来了。你这个胖子，不到厨房去忙，坐这儿干嘛？是徐主任不让他帮忙的。哎，对对对。你们今天是客人，大家就安心坐着吃啊。好，谢谢村长。谢谢村长。谢谢村长。哎，怎么没见宋同志来啊？是啊，他答应我回去换一身衣服就来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？哎，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到，常温跟秀玉一起来了啊。哎，既然都来了，你笑着点，别那么没风度。我知道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啊，林长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王秀玉，是常文的未婚妻，也是徐主任的小姑。啊，你好。经常听常文提起您，常文受您照顾了。呀，太客气了。对了，林长，你查到谁跟阿好在一块儿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他们呢，口风太紧。不但没有问出来，连个告密的人都没有。营长，您别这么说，弟兄们都是想知道是谁，可就是查不出来啊。不是啊，我们私底下谁都想过，也都一一排除了，可就是没怀疑过您呢。你们说是吧？啊，对啊。去去去，起什么哄啊？你呀，别在这儿乱点鸳鸯谱。我们营长啊，那是玉树临风一表的人才啊！打仗呢，那是英雄；建设祖国，那就是先锋。对，只有徐主任那样的大美人儿，才能跟咱营长登对。你们说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。徐主任，来啊，好，你们说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？没事，咱们开玩笑的。来，我刚刚在厨房听你们有说有笑的，怎么我一来都不说话了啊？说什么呢？他们在开玩笑啊？开什么玩笑啊？说出来我也高兴高兴嘛。都是一些粗老爷们的笑话。看你这人，小四啊，你告诉我，说嘛。视频。算了吧，这有什么？小四啊，快说，我给你撑腰。徐主任，这可是您让我说的。我说呀，我们兄弟吧，就是觉得您跟我们营长吧是特别的登对。好了好了。菜都上齐了，为什么还不开饭？菜都上齐了，开席吧。对对对，菜都到齐了，开席吧。啊，同志们，都把酒倒满。好，来。树平，我们也去敬一下战士们。大家多吃点，多喝点，多喝点啊。哎呀，来，营长，我不能再喝了，喝太多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要回去准备明天的工作呢。啊，好。哎，淑萍啊，还常文，你们帮我照顾一下同志们吧。好，放心。好。哎，我送送你吧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呢就在这里好好陪同志们，让大家都吃好喝好。好，走好了。哎呀，哎，淑萍啊。我给你倒杯酒吧。啊，我也不能再喝了，今天已经喝得不少了。你们先坐着，我到海边透透气去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少喝点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趁大错没酿成之前，赶紧向营长承认错误。我什么我呀？快快快去啊！瞧你这怂样！哎呀，喝喝喝喝！我今天喝的有点多，脸是不是特别红啊？有点，挺好看的。不过我还是得跟你道个歉，我们这些粗老爷们说话口无遮拦。我是说小四他。没什么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你没往心里去就好，总之就是一句玩笑话嘛。阿好的事情你是怎么看的？我看那天你没有说话。我没多表示意见，是因为这么多年了，阿好总是跟我对着干，我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不过那天常文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毕竟他来岛上时间长了，说出了岛上大多数姐妹的心声。只是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显得特别突兀。其实这个我能理解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。别看阿豪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说，可要当着李二嫂是需要勇气的，尤其在我们这个岛上。不过也可能缘分真的到了，碰到对的人了。总之我看他是真心的。其实有时候我挺羡慕他，更佩服他，至少他有勇气能够忠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。淑萍同志，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也能让你感觉缘分到了，你能忠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，有话要说，有话就说。快说呀，胖子哥！营长，我该死。跟阿豪在一起的是我。啊！你这个糊涂虫！哎呀！你是一个有老婆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一定都觉得我不是东西，可是你们谁知道，我是真心对阿豪好的。你没资格说这种话。你是有老婆的人呢。常文，你少说两句，李营长已经在处理了。营长，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解放前我爹是个大赌棍，他输了一大笔钱，结果家里还不上，他就让我去倒插门，让我去入赘，村里人都瞧不起我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跟着部队走的。解放后我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，所以营长你到哪儿，我就愿意死心塌地地跟你到哪儿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能重婚再娶阿豪了。我阿豪知道这事儿吗？阿豪他是死心塌地地对我好，我怕伤他的心。你怕伤他的心？阿火现在正在县里头办他丈夫的死亡证明，我再看你们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常文，菊玉，我们走。
徐瑞，等阿豪一回来，我就带胖子去跟他道歉，我亲自压他去。营长，现在村里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请各位同志千万别对外声张，给阿豪留点面子。大家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许淑萍，许淑萍，这是我前夫的死亡证明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开介绍信呐！你回来的路上遇到胖子了吗？啊，我一下船就直接到这儿来了。这个胖子，我叫他不要说，他非要说。没有关系，反正我跟胖子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我们俩呀，一定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谁也离不开谁。都好几天没见面了，怪想他的。哎，你赶紧给我开介绍信啊！阿豪，今天还开不了，你看村长不在，印章在他那儿呢。啊，没关系，那我再等等，我这就去仓库向大家宣布我跟胖子的天大喜讯，我要让大家沾沾我跟胖子的喜气。阿豪，阿豪，刘四，胖子哥，一会儿阿豪姐回来了，让营长陪你一起去解释解释。大丈夫敢做敢当，总得面对啊。大家都守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看这样吧，宋同志，您跟同志们先开工。我已经派人在阿豪家守着了，等阿豪回来，我马上把胖子带过去。不行，这可是大事，阳寿工程啊，耽误一天不碍事。哎呀，你们大家都在啊！阿豪，你怎么直接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我是来找胖子的。来，我让你过来。今天大家都在这儿，我跟大家宣布一个特大的好消息，我跟胖子要结婚了。阿豪，哎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够意思啊？怎么不恭喜我跟胖子啊？阿豪，我哎呀，胖子，站后面去。阿豪姐，真对不起，我带病无方，胖子不能娶你。为什么？阿豪，你冷静点听我说，胖子真的不能和你结婚，因为他已经成家了。说好了，等我开好了证明，你就给我开介绍信的吗？阿豪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解释。阿豪，许淑萍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一定是你把我的事给搅黄了。阿豪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人。你不是说过，你会一辈子对我好，一辈子疼我的吗？你还说。不只是和我当露水夫妻的吗？阿豪，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东西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我！阿豪，you
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们一个一个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阿豪，许淑萍，这下你开心了，你得意了。我一个寡妇，拿自己开心，做了一场改嫁的梦。没人这么想你，你住口！你笑啊，你笑吧，你们笑啊，你们都笑啊，笑啊，笑啊！大家不行，剑会出事的，快跟去看看吧。我来也没用啊，我去找美珠劝劝她。阿豪，阿豪，那就这样，大家准备准备上工吧。淑萍啊，淑萍，阿豪怎么样了？我都急死了，昨天我找了阿豪一整夜，都没有看到阿豪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是你叫我不要张扬的。大家别在这待着了。帮忙去找阿豪，走。哦，哎，阿豪他怎么了？是啊，阿豪啊，跟一个当兵的好上了，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结了婚的。啊，还有这种事儿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大家赶紧找人吧。哎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吧。阿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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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没有？阿豪，阿豪，怎么样？这整个岛都快翻遍了，这人呢？这个岛虽然不大，但要藏个人也很容易，除非他自己想开了出来，否则有的找了。是啊，这秋娟那样子，我真怕他也。阿豪不会那么脆弱的，他性格强得很。就是因为他太好强了，我怕他面子上挂不住啊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们先别瞎猜了，自己吓自己。现在只能继续找了。姐妹们，待会儿找到人以后，千万别再闲言碎语了。他好面子，咱们得给他台阶下啊。行，好，放心吧。接着找吧，快，走走走，去那边。阿豪，阿豪。婚是我自己要结的，死我也是自己选的。我阿豪不会给任何人笑我的机会的。小四，怎么了？体力不行啊？别提了，这两天为了胖子的事儿，我是好几天没睡觉了。阿豪姐也不见了，这胖子哥啊，又让营长关在地窖里。你说，哎，可怜啊。要我说，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胖子哥是吧？你说一个人离家这么多年，哪能经得起这种诱惑？你这话我同意，一个巴掌肯定拍不响，是吧？你们俩说够了没有？哎，不是，我们哥俩说话碍你什么事儿啊？这得看你们说的什么事儿。你，小孙，那边啊，好，搬过来啊。怎么了？阿豪失踪了一整夜，所有的姐妹们正四处在找他，他们俩倒好，还有
还可以说风凉话。哎，李玉玺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好兵啊！你说我们就说我们，别带我们营长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小四，让宋同志把话说完。你知道我最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我最后悔的就是把你们这帮人找到这个小岛上来。宋长文，你这话说得太不中听了，我们可是来帮你施工的。这样事我可以不干，但是我绝不允许你们这帮人把这个小岛搞得乌烟瘴气。营长，有人像他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不明摆着下逐客令，就差让咱们拿着东西滚蛋了。要我说啊，咱们回去收拾收拾就走，别在这儿人闲。收拾东西走人。走吧，都少说两句，是走是留自然会和村长商量。没事都歇着吧。是，小四跟我来。是。小四啊，营长，胖子平时跟你哥一样，晚上有空陪陪他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营长。我早就想去了，就是怕您不准。我关他那是怕他又犯错误。啊，地窖里潮，你给他带条被子。哎，营长，你看，这个宋长文，宋长文，宋长文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，宋长文，出来，宋长文。林营长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宋长文，你什么意思？竟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！就让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你少装蒜！你刚离开海边，我们营长被子里就多了一窝蛇。什么？长文，哎，你们别想诬赖我！还不说实话是吧？兄弟们，给我揍他，让他说实话！等会站住！走。退下，营长！退下！你们都听着，这不关你们的事，谁也不许动宋长文一根汗毛。宋长文，我们之间该算算总账。算总账？我跟你之间，一切都是公事公办，有什么账好算？原本我也希望能够公私分明，所以我一直都让着你。都是大老爷们儿，我们就挑明了说吧。自从我来到这个岛上，跟淑萍多说两句话，你三番两次的跟踪我。李玉玺，你当着你未婚妻的面，你敢不承认吗？要不你胳膊怎么扭伤的？我只不过是对淑萍比别人多了点关心，结果我杯子里多了条蛇。阿豪的事，你比谁都义愤填膺，比谁都激动，比谁都正直。你敢说你没有其他用心吗？说够了没有？今天我被窝里又多了一窝蛇，你这是千方百计要赶我走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淑萍，而且我大大方方、光明正大的追求她。可你呢？你是有未婚妻的人，就连三岁小孩子都看得出来，你对淑萍别有用心。你说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敢做不敢当，你个窝囊废！于西，长文，别打了，长文，他们会打死你的。让开，让开，就算被他打死，我也不能让他说我是窝囊废。长文，长文，你没事吗？长文，放开我，我不是窝囊废，我不是窝囊废。长文，你别打了。我不是窝囊废，我不是窝囊废。长文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打死我，不然你永远得不到淑萍。你别以为我不敢。营长，营长，不要，这样会出事的，营长。打死我，不然淑萍永远不会是你的。打死我呀，营长，让开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今天我跟他的事一定要算清楚。淑萍，你让开！宋长文，清醒一点！你看你把秀仪都吓成什么样了！
都跟你道了半天的歉了，你怎么就是听不明白呢？我跟你说，这杨寿我不盖了，我让他们滚，只要那个李玉玺一滚，我们就立刻结婚。我拜托你，你别老不吭声好不好？你说句话呀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拿结婚来哄我？就算你娶了我，你的心也不在我这儿。为什么李玉玺走你就娶我？因为他走了，你就放心了，没有人再抢你的许淑萍了。雪玉，你听我说。你别过来，长文。你是一个多能察言观色、多么贴心的人，不只是我，只要你愿意，这岛上所有老老少少的姐妹们，没一个不被你哄得服服帖帖的，没有一个不说你好、不夸你的。可只要事情一扯上许淑萍，你就跟失心疯一样的失去了理智。你这么聪明，这么善解人意。你会不知道这么做会伤害我吗？可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做出让我难堪的事情，这证明在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秀玉，我拜托你，千万别这么想。我承认，我承认这段时间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。可是我跟淑萍之间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。往后，她就是我们的大嫂。当初我要留下的时候，我跟她的过去我都已经给你交代过了。可你也跟我保证过，过去的邱永富已经死了。可邱永富真的死了吗？你把那柜子给我打开。秀玉。秀玉，拜托你别这样子好不好？别跳舞，你别这样子好不好？王秀玉，我嫂子的母亲已经死了那么久了，你空着她的牌位做什么？你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立场给老太太上香的？过去的邱永富根本就没有死，他一直阴魂不散地藏在你心里，就因为邱永富还活着，所以你才会对许淑萍念念不忘。别说了，别再说了。我承认，我爱着淑萍，我没办法忘记淑萍。这个你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我早就想过，我们之间会有今天的结果，只是因为我以前太爱你，舍不得离开你，没有办法面对现实。今天，你当着我的面，为了许淑萍连命都不要，这婚我不能结。秀玉，别怪我，你这么做，让我连继续装聋作哑的空间都没有了。秀玉，秀玉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冷静点，我拜托你听我解释好吗？秀玉。怎么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秀玉不嫁给我了，嚷着要退婚。退婚？这孩子怎么？秀玉，秀玉！哼，活该！秀玉，秀玉啊，秀玉！哎呦，秀玉，快开门好不好？哎呦，你还玩？家里出大事了，你！奶奶，你还给我！快去把你妈叫回来，快去啊！秀玉，秀玉。